对我的第一印象是，第一印象就是你上车的时候觉得哦脸好小，然后就是一个很看起来很高冷的人。嗯，我对你的第一印象，嗯，就是看着很小，嗯，然后挺可爱的，啊，嗯，挺开朗活泼的一个妹妹，嗯嗯，但没想到跟我同岁，我还比你大呢，我是姐姐。大那几天算啥？你来。不是几天，是几个月。最近新交的好朋友是你和小远。行，我的搭档八月集团。八月可以。嗯，我们是浩远集团。对你来说，自由是什么？自由是我想不做什么就不做什么。哦。快乐是什么？快乐就是自由。耶、yeah! 快乐是自由啊。 Nice、很破冰，很破冰，很破冰，很破冰。你知道那个歌吗？彩虹糖的梦，苹果树开果果了，可甜可甜了。对，就很可爱。我小的时候听这首歌就比较中毒。